秀琴姐，你彩排的时候不是说要玩疯一点吗？你不是要玩疯一点？我想说，你也太疯了吧！哎、欸，我都25岁了、欸。好，你这样给我绕。没有哎、欸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我秀琴，我在彩排的时候举。你现在问什么？秀琴哦。秀琴、啊。叫你亲好不好？不要，人家会害羞。再次欢迎秀琴姐。谢谢。那我可以亲你们的偶像一个吗？你要亲我一个哦。我现在。真的吗？确定哦。不是秀琴姐，我现在很湿。我现在真的很湿。啊，真的哦，啊，我也好湿哦。我觉得我好恶心哦，怎么可以讲出这种话？秀琴姐他们爱，对不对？哎，他们爱这种的。我应该真的假？他们喜欢很湿的。他们很喜欢。但我有个地方很干呢。不好意思，因为姐姐辣妹姐姐哦，已经50几啦，都可以生得过你们呐，看得出来吗？保养很好。我们伟记呢，今年应该只有22吧？没有，我32了。真的假？真的啊，看不出来。真的看不出来，真的很像33的。伤伤33，伤伤。真的，我哎、欸、我你知道吗？我今天呢、啊、跟他彩排的时候哦，我心里就会忐忑不安。我想说，哎呦我哈、哦、刚刚好、哦、这样给他熊抱的时候，他的粉丝会不会丢手机上来？不会啦，不会。所以没关系，你们丢钱我是不会介意啊。丢钱上来吗？好不好？不会不会，他们很爱这种的。真的，你们今天太 lucky 了，对不对？辣妹姐姐来助阵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。哦，我知啦。这三分之一的来的吼，拢是要来看过来。是，哎、欸，是啦，是啦，托辣妹姐姐的福啦。自我感觉良好，所以脸皮这么厚，所以可以混了40几年了。你不是25？啊不，上辈子混的啦。我3岁就出道了。太久，太开心了，欸、真的。现场有没有人是第一次听过这首歌的啊？有吗？哇，真的哎，你看要传承下去给新的小朋友。那你一定没有身份证，对不对？什么意思？对啊。哎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不会？这首歌多红啊，比车站还红哎！你们有听过车站吗？车站有听，我刚听的车震，我吓跳。我想说你出一首走很前面的歌了，车震。哎、欸，那我下次可以出这样哦、喔啊，我也蛮想车震的。有嘞，车震驾到。对对对。